兼具收视串14年新高，将会霸收视王。收视率今天放榜，本节精彩节目塞得超满了，看看你喜欢的有没有上啊。高林演唱 Muse 组曲，唱到大艺术家时瞬间收视高达 7.93， 是为第五名。拥有全方位创作、演唱、舞蹈实力，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完美结合。黄以玲，萧敬腾介绍最佳男演唱入围名单，还将会颁奖黄以玲最佳台语女歌手这两段，并列第三名，收视率 7.94。 你现在讲话很有飞哥的 style。 又是二姐啊，她跟哈林一起颁最佳台语专辑奖，收视率飙升到 8.04， 亚军无误。30出头，二姐颁奖给台语专辑奖得主陈建伟，收视率8.27，是本届瞬间收视最高点，每分钟超过182万人收看。将会。这下二姐不仅是五座金曲歌后纪录保持人，又多了新的金曲收视王头衔。也有时来帮助你。金曲奖平均收视5.98，更创下14年新高，收视总人口数约511万人，足足比去年多了89万人。网友称赞金曲25跟金毛50一样都进化了，希望台视继续保持。苹果了 online， 接下来就看中视的金钟表现喽，报道。